好笑，我们来到了罗马的地铁站。那罗马地铁上的话只有两条，有点像高雄的捷运的橘线跟红线。那跟高雄的捷运其实很像，是他们的交汇点就只有中央，就只有那个美丽岛站。那其实罗马地铁也差不多，他们的交汇站只有中央火车站而已。啊，所以很简单，其实就只有两条而已，而且大部分你要去的景点都会去到，像是罗马竞技场啊、梵蒂冈啊，还是一些各大知名的景点，地铁都会到，所以非常的方便，所以也是建议大家来这边可以搭这边的地铁。我们现在为大家进行就是这个购票的这个实况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你会先看到就是这边有一台一个操作萤幕，但是它不是触控的，它是按旁边的这个圆圆的按钮。那我们观光客一般都是搭这个最右上角这个 1.5 欧元的，只要你在100分钟内搭乘的话都是 1.5 欧元，无论你去哪里，就是在这地铁两条线里面都是 1.5 欧元。那这也是我们一般观光客最常会用到的部分，都是这个 1.5 欧元，把它点进去。然后你会看到就是上面有一个一嘛，这就是人数的意思，或是张数，要看你要几张这样。那一张是 1.5 欧元。那左边的话就是你可以投入的硬币跟纸钞，像纸钞的话它只收5欧元。那最好是这台机器操作的时候建议大家是使用硬币的，因为我之前有操作硬币就是操作纸钞的经验是不太能使用的状况，有时候是不太能使用的。好，那我们是需要两张了，那我们就按一下这个两份按钮，然后像这边的话就可以直接去投钱币了。那投钱币的方式比较稍微不太一样，就是用推的方式把钱币这样推上去，有硬币这种啊，旁边有写说你可以使用的硬币，像0.1欧元到2欧元都可以使用，然后就这样把它推上去，那其实也不会太难。然后它的退币的话会从它底下，就是那个车票跟退币的都会从底下的那个拿的地方出来。然后它制作这个地铁车票的时间是比较慢的，可能要稍微等它一下。然后现在已经在打印那个我们的车票，那这边有两张。那等一下的话就是用这张票券，然后它箭照着它箭头的指示，然后跟我们的捷运很像，就是拿着它，然后进去闸口。像你看那个车票已经出来了，它就是有一个箭头的方向，你就拿着这张车票，然后箭头的方向对准那个闸口的机器，然后就可以直接进去。那这一张的话进去只要进去刷就好了，那它出来是不用刷的，只要进去刷一次就好，然后这样放入进去。好，然后拿进去之后这张就已经没有用了，这样就完成我们的地铁购票教学了。